in 5, 4, 3, 2, 1。张主杰说，美国特技车手福斯特从十层楼高的斜坡急速往下冲，时速高达167公里。更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紧接着上演。久久没有落地，腾空飞跃超过101公尺，才在欢呼声中帅气降落。再看一次这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画面，车子简直像化身飞天车，长了翅膀，正拍飞在天空中。101公尺的惊人创举也刷新了坡道赛车的世界纪录，接近不可能的任务更让现场观众欢声雷动。